是来了优秀动漫的阿吉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《塔什卡尔传奇竞技场》。作者 Flada Spado 是在 BGG 排行榜上常驻的天才型设计师，他的知名作《机密代号与妙美神猜》，还有策略类的《历史巨轮》以及《地城领主》，作品虽然不多，但个个经典而且好玩。塔什卡尔的故事背景是玩家要扮演魔法师，观察场面的局势，布置阵型，召唤出传奇生物与对手厮杀，又或者是赢得任务获得全场喝彩。游戏时间是30分钟到1小时。那游戏机制的话呢，是板块放置、不同玩家能力以及手牌管理。它是一款抽象策略类游戏，游戏人数在2到4人，我们建议2人游玩。那游戏重度是3颗星，适合年龄是13岁以上的玩家。你可以看到像棋盘一样的版图跟棋子，还有这边是玩家手牌以及任务板块，还有这边的话是积分板。塔什卡尔的特色是，虽然它身为一款棋类游戏，但是呢，它的移动和吃棋的动作呢，必须透过卡片来触发，也就是说，手牌的发动顺序相当的重要。游戏有2种模式：死亡竞技以及任务抢分。不管今天是想要跟朋友斗个你死我活，又或者是想要进行一场精彩小分赛，都是一款很适合的游戏哦。我个人很喜欢塔什卡尔，它意外容易上手，而且不用进行太多数学运算就可以享受到完整的策略氛围。而且游戏中的平衡机制呢，不会让某一位玩家成为所有人的标靶。每个种族呢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跟玩法，非常的耐玩，请大家务必尝试看看这款游戏。以上是我们的影片内容，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呢，欢迎点击我们的方框连结。完整教学以及游玩示范，完整教学呢会进行详细的解说，而游玩示范呢会带大家玩一个回合。谢谢看到这里的你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请帮我们按一下订阅跟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游戏挑选现彷徨，影片带你破迷惘，蓝人游戏乌托邦，真心推广传四方。